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5月20日，利物浦将于月底举行冠军游行。利物浦官方消息，球会接受利物浦市长邀请，将在5月29日进行冠军游行，游行费用全部由球会承担。利物浦本赛季已经拿到英联杯和足总杯冠军，他们本周末将向英超冠军发起冲击。而在5月29日，红军将迎来与皇马的欧冠联决赛。利物浦官方表示，利物浦市长 Joan Anderson 邀请利物浦在5月29日进行冠军游行，以庆祝球队本赛季的成绩。球会已经接受这一提议，游行时间为当地时间下午4点。游行总长 13.5 公里，与2019年的游行路线相同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。